小时候很多，但是现在都大家不做，不做了啊。我只能吃芝麻，我要吃两个芝麻。你要先怎么预约？这样是一个，对，这样是一个，这样是一个，然后就在里面蒸，现在蒸，很快，一切成就。那个是米粉，糯米，糯米，手工的，手工的，弄成的，手工，它是用纯手工磨出来的。为什么这个味叫张元糕？他吃这个烤上状元就可以烤上，他状元再吃的，状元再吃的。